中间，光有些刺眼，我看到自己的双脚已离开了地面，重复着经典，像黑白默片，拐杖在手中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不过是开场的表演。谁在说一些尴尬的笑点？为何我嘴巴不说控制的也随着念？三台的音乐一遍又一遍，就在和台面掌声中，我望到几根线出现在上面。是个没有灵魂的存在，悬丝始终上台宣告着我有多可爱。那些没有名字的人儿在叫我发呆，断了线告别舞台，在等待被当作废品出卖。